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我们这边呢，春耕已经全面开始了。我们今天来地里面去耙田，耙完田的话，下午就开始插秧了。走。好了，这一块地呢就已经爬完了，吃过中午饭就过来插秧了。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